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辛苦了一天哈，课都很重，还有最后一堂课带来吃晚餐。哎，待会儿我有很多照片哈，所以你们可以的话尽量往前坐，好吧？我的课好，希望大家把那个手机关起来，我不想听到手机，一旦手机一响马上就停课。好，手机，然后你们要交谈请到后面，那边有办公室可以去交谈，这我唯一要求上课。好，手机把它关机，麻烦关机，我不想听到那个手机，一定关机哈。大家手机拿出来关机，把它弄到最小声或怎么样都可以。好，我现在讲艺术解码哈，台湾史解码，抱歉，台湾史解码哈。刚刚几堂课哈，我们听到很多有关于台湾历史的过去哈，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如果不了解的话哈，会有困难。有困难，因为你过去哈，真侪物件对你来讲是新的，你听无？原因是出在哪里？出在你的史观、历史的观点。我还是等大家坐定，我才开始。请后面赶快就坐了，好吗？我课已经开始很久了。好，我们从上课的规矩开始，好不好？啊，既然是台湾人，那你没有比跟人家不一样，会来这边上课已经不一样了。哦，我刚才讲到史观，你讲到历史要有一个观点。啊，你们为什么听了那么多都吓一跳？因为你过去那一套观点有问题，是别人给你的，不是你改的有诶。所以你看到一关新的 information， 你倒不起来，跟你过去的史观是冲突的。共同史观，同样一段历史，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不同，对不对？同样一段历史哦，随便讲，美国的历史，美国人看历史跟印第安人看历史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西方国家看历史跟亚洲国家看历史一不一样？但不一样。你会站在你自己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观点，大家都有观点。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你的观点重不重要？可能不重要。有权力的人的观点是绝对性的影响，对不对？他决定嘛。那美国历史就变成白人在写嘛？印第安人有写历史的资格吗？就没有啊。虽然他住在那边很久了，台湾人嘛，多加去顾啊。老板你啊，结果历史是人家帮你写的，从汉人、从中国人的角度帮你写历史，你当然遇到困难了、啊。还灌在你头脑，你还认同那个历史那个观点，所以你再回过来看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奇怪。啊，你套把没给？观点大家都有啊，但是谁的观点算数？观点决定很多事情哦，因为你的观点决定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决定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命运会把台湾带到哪里去。所以观点很重要，错误的观点就产生错误的结果，连你的后代都灭掉都不知道。怎么灭掉？本来有台湾人，现在没台湾人，全部走去变认中国，做你的祖先。不对啊，你的祖先是谁？我偷偷跟你说。所以这句话很清楚，史观 is always tainted by motives, sin, and self-interest. 就历史的观点总是被污染 ,taint, 就是被染污染 by 什么东西？动机，看他什么动机，还有一个人的罪，
第三个，个人的利益 ，self-interest。什么样的 motives， 他有一个动机来决定他什么看法，他的动机，比如说他要统治你，这是他的动机，他就会不改变你的史观，对不对？他的动机嘛，那是什么动机？国民党过去给你们的历史里面，历史课本大部分都是中国历史啊，跟台湾什么关系？他搞这种历史就是有动机，他宁可去篡改、去修改、去改变，把黑的讲成白的。还有一个是罪，明明台湾人是一台，你的调购一个工作，什么理由？什么理由？把他的罪的部分划掉啊，因为他的罪，他犯罪了嘛，他犯对台湾人犯罪嘛，所以他用骗的方式让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把他放成黑的变成白的，白工都黑都变都白白去，把颠倒了。还有什么 self-interest， 他跟他个人利益有关嘛？他继续统治，就假装炮打金门，假装开战，让你维持战争状态，所以他才有理由继续占领你。我讲的事情很多，但是我跟你讲，基本上史观是 always standing， 可是这个史观就是把人和利益争立得差嘛，因为你跟着他在想嘛，所以民进物把历史就拿出来说，你们就发现，哎，安内安内，下一章。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就是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就这代际，但是你给他吼适当的先后顺序、大小、轻重缓急，摆对了之后，你的观点就清清楚楚；摆错了，不傻傻。下一张，这是一张图，左上角是什么？一个正常的，他们叫透视。一个正常的透视，看啊清清楚楚对吧？上大的在头前，中间啊上小的上，所以你的观点就会清楚。啊，如果三个都一样大，你就混淆了。历史如果这样看，你的史观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你也看不清楚嘛，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当作很重要，那什么？那有些人故意来篡改历史，改变你的史观，怎么样？他把特定的一段时间放大。你以为历史只有这一段啊，你其他地方变小了。我举个例子，你现在以前的现在历史，中华民国给你们小孩子教育的历史课本是什么？大部分是中国历史，很奇怪哈，变大，超级大，中国跟台湾关系超级大、啊、台湾人都爱叫老板你都没说，刚才公园一站啊，其他都不见了，点到一两句话，点到日本历史也不见了，日本统治五十年，建设多少？不见了、啊，刚看得到，无跟你讲啊，点给啊，尽量扩大郑成功的历史，嘿，根本都无一知啦、啊。清朝嘛，无在做些代志啊。荷兰人，我们有读多少？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西班牙人在台湾做什么？还有一个大渡王国，你敢有听给？都不知道呢、啊。过去台湾人是怎么来的？都没有嘛，所以他就特定强化这个。这边也是一样啊、哦，特别有一部分的历史特别小看。这就是当你把先后顺序 priority 弄错之后，你的视野就混淆。对，但今麦台湾人啊，我还记得我昨看恁爹第一次听到林博士跟恁讲话，啊，大家呢不傻傻去对吧？那呢，对不对？你那时候听到还跟他想跟林博士辩论呢，结果现在清楚了哈。经过这样几堂课下来，下一章。好了，那怎么给先后顺序？那我有一个很理性的分析。我今天这个课哦，都没有跟你诉求情感哦，很理性的分析，轻重缓急你要分清楚。在历史的资料哈、哦，就是你收集到你要看到整个历史的话哈、哦，有几个条件哦。第一个，科学证据放在最上面，啊，越下面的话越不重要。碰到第一个出现的时候，后面就要后退；碰到第一、第二就后退；碰到第二、第三要后退，一直往下，以此类推。第一个什么？物理性质，碳十四半衰期；化学性质，生物 DNA， 位置大小量，这都是属于物理性质的部分。都是我举个例子。啊，第二，我先讲完历史资料，比如说语言学啊，历史记载、文化产物；第三，资料分类、时间；第四，假说哦，比如说，哎，这些假说就 hypothesis 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古董 TIL， 别讲别讲，这是外国以前的物件。啊、故事随他讲，随他编，也可以用便宜哦。
为什么？当我把你的东西拿到碳十四的半衰期那种同位数据测的时候，都怎样？你有骗了嘛？就跟我规定你，跟我规定你，无都无影嘛。实际你顶管底刻啥物件，跟你画啥物件都无好嘛。说清同治什么时期的瓷器，无影，我去验，对不对？那就马上就知道了嘛。所以第一级的科学证据，它的效力就像法律上讲证据一样，你到法官见面看证据嘛，逮龙毛证据贴贴出来。但是证据拿出来以后，有轻重缓急嘛，最大的决定大架构嘛，然后再其他嘛，你不能用小的去取代大的嘛，就先后顺序弄乱，你整个事情就看不清楚。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化学性质，比如说你氧化，啊，半衰期就是什么？碳同位素，它每隔一段时间它会衰退到一半的数量，但是它有效只有在50000年之内有效。超过50000年，它测就不准了，没准给。哦，那还有什么？生物 DNA， 这是最近一直出来就很清楚。生物 DNA 就是把你毁来的 DNA 抽出来，基本上因为速度很快，所以你抽出来不管过多，当知道结果，告诉你什么？你是什么人，对都要来。所以哈、哦，过去人拢改讲人是高山病的，对吧？现在 DNA 抽出来，跳袂过去了。猴子的 DNA 跟人 DNA 差太远了。中间不可能变过去的了，所以这个一旦出来，很多过去的假说都不成立了，是不是？起码你们最清楚嘛 ，DNA 你被眼睛你那洗是不是你就很简单嘛 ？DNA 搭出来，不是爸爸的，不是爸爸，别人生的就别人生的嘛，这博团好小呀，不能随便乱讲的嘛。所以 DNA 叫做科学证据，这个一出来，很多外公在考古学里面一半的那些假说都要推翻了。贵给外公台湾是都要来，那不是的。DNA 出来清清楚楚，骗不了人。好、哦，那我继续。那、啊、接下去就是历史产物，你有考古的东西。我跟你讲哈，这是第一个哈、哦，位置大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挖到很多的化石。比如说都挖到恐龙，你可以推出一个结论说这个时代都是恐龙，太快了、哦、对不对？因为搞不好别的地方你还没挖到，还有很多地方啊，而且你挖到是集中的恐龙，你不能下一个结论说这个时代都是恐龙的时代啊。你可能没挖到其他地方，所以位置大小你在不同的地方挖，地球的不同地方挖到，搞不好挖到其他东西，你冰河下面钻一个东西下去，或者大峡谷去看一层一层的石头是怎么样的累积下来啊，就给某种程度的推论一些事情嘛，那个会比较正确嘛。远过于你叠都要欧德现在门给他做结论嘛，嗯，那我不讲太多了哈。啊，第二个就是历史资料，比如说台湾威是不是火罗威？不是，我跟你讲不是，为什么？因为语言甚至语言学哈都有可以做考古啊。因为来对火罗威，今天的火罗威里面有很多音是台湾威，很多音是火罗威来对不威。那个音从哪来？从当初的平埔族人里面的发的音跑出来的，所以对于家里的长辈讲，哦，原来这语言还够有考古的，从语言从一个地方跑到边，比如说你现在很简单嘛，你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去听他们的所谓的 Hokkien 话，你听出什么东西来？里面有很多的字是你的汉语里面没有，比如说讲 “lui” 归 “lui” 是几块钱，对不对 ？“roti” 面包，这是 Hokkien 话来的话，不是啊，因为到当地跟当地的语言混了嘛。那就有一个记录说，哦，你这边的话是从这边过去的，加上当地的土话、番话或者印尼话、马来话，啊，赶快来台湾，加上平埔族的话，所以你渐渐就形成一个新的语言嘛，哦，知道吗？同样的英文也会有很多种啊，就有一个记载下去，所以也可以做考古啊。啊，这个我就不讲太多，因为今天课那所谓的假说就是，当你过去资料科学证据不够的时候，你就编一个故事嘛。然后你就找考古东来证明你的假说嘛，啊，你的考古找不对，你就要推翻你的假说，重新再建构嘛，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下一个，你几嘴？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就叫星期五吧？这什么意思？哎，有没有人听过星期五这件事情？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星期五，像在，嗯。尽快坐下来，好，我在上课。有人叫星期五吗？有人叫星期五吗？
无人知道为什么有个人被取名叫星期五？无人知道哦。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星期五，有没有听过？都没有听过。喂，鲁滨孙漂流记有没有听过？啊，里面有一个人叫星期五。啊，现在知道了啊，就是白人到一个小岛上面，岛啊，他漂流到岛上啊，结果拢无人嘛。啊！伊过几礼拜、几个月拢拄无人，头一个碰到人，袂啊无共，甲伊个无共款语言嘛，嘛是人嘛。啊，伊就甲好名讲，啊无你叫做星期五好啦，你叫啥名伊嘛唔知嘛。啊，两个人拄来拄去，到尾讲你叫做星期五，因为今天礼拜五就叫你星期五。啊，你们不觉得很好笑吗？我问你哦，应该是那个当地住的人来说你是谁，跑来这边做什么嘛，对不对？怎么变成白人给他取名？应该是当地的著名跟他取名，说：“哎，你这北狼招来家送的，你叫星期五吧，才对吧？”结果倒过来了，就是以白人为世界来换其他东西没。我们现在的史观是被人家所盖过去的呢，应该是我们取进来的人名字嘛，起码变作别人给我们取名字嘛。哎，讲到这，我再讲一个有趣的事：台湾叫什么名？台湾应该叫什么？你叫台湾人吗？台湾吗？借托的叫台湾吗？不是哎、欸，有人讲说更早叫 Formosa， 对不对？也不是 Formosa 呢。我们叫什么名字？我母亲叫什么名字？我该讲没名了。台湾本来借托的没名，为什么没有名字？我问你哦，假如你是唯一的存在的时候，你需要有名字吗？需要替自己取个名字，说我叫什么？印第安人需要取个名字，说我叫印第安人，我住在这地方。不用嘛，印第安人是北狼入侵了，这个叫这叫印第安人，印第安版就生长在那个土地上啊。他们唯一有名字就是各同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支派互相叫来叫去嘛。说你叫苏族，你叫什么族？那是族，贵州互相叫来叫去。可是他们不会自己叫，说我叫印第安人呐、啊。那是他们所谓的发现性大陆几百来，这个叫后街名叫你那个印第安人嘛，对吧？那是给白人取出来的嘛，你自己需要名字吗？所以这句话很简单嘛，当我是唯一的存在时，我需要为自己取名字吗？当然不用啊，我不需要告诉人家我叫什么名字啊。个人名字可以有，但是这类说在不需要，因为台湾人近在六万年前来这边了嘛。我到时候会跟你讲，之后的人才爬到日本，跑到韩国，再跑到中国去，怎么会是他们来叫我名字？我说我叫他名字吧。我们是先住在地方，因为台湾这个岛是自给自足的一个岛。等到葡萄牙人来说，哦，美丽的岛叫佛摩萨。那后来在旧金山合约说被叫台湾。啊，其实我们的名字是什么？我个人啊，我们自己可以选嘛。因为现在开始要跟世界各地互动，我们就取个名字，我叫佛摩萨比较好听。为什么？佛摩萨的人叫做佛摩萨嘛，后面加 AM 嘛。啊，你如果 Chinese 嘛，我就不会后边那几哦，什么 Is 啊、Japanese 啊、Vietnamese 有没有？派一点嘛。啊，你美国人叫做 American。德国叫 German， 啊，法国人叫 French，Australian， 啊，哪拢叫一间好听？我要后面也叫 AM 嘛 ，Formosan， 啊，你们较好听。所以名你家己好啦，啊，我个人建议是 Formosan 就好听，叫 Formosan， 福尔摩沙人 ，Formosan。下一张，不要叫星期五哈、哦。来，看这张图，这个呢，你是谁？根据 DNA 变异找出人类迁徙途径。你看，恁过去拢无同款啊！过去讲的历史，恁都可以丢掉了。中国要来控制我，今嘛吼，科学证据最重要。最近在国家地理杂志，他们办了一个叫做 Geographic Project， 它就是因为现在 DNA 这个研究非常发达，所以它让每一个人用一个 Q-tips， 就是那个棉花棒，放在你口腔里面刮一刮，把寄过去，他马上实验室就。跑出来跟你讲说你是从哪里来，哪些人哪些人，他根据的一个理由说，其实我们的细胞里面的 DNA 会变化的哦，你后代你只要有一次变异的话哦，那个排列组合 TGCA 这几个排列组合一变的话，后代的人会跟你一样哦，不管你走到哪里嫁给谁娶谁，那你的后代都带着跟你一样的那个变化后的 DNA 跟着你跑，所以你倒过来追的话，如果没有的话，表示什么？你在他之后，他之前分叉点就找出来了，就是用这样子。全世界他目前为止累积到61万个样本，
所以就可以把人类迁徙图，世界各地在收这个 DNA， 啊，都把人类是怎么迁徙的拉出来，很有意思哦。你们自己可以上网去查，打 Human Migration Map 就出来这个图。这边哈啊，所以基本上人，你看这种 value value 啊，啊，到头是都一样。人类其实是从这边来的，非洲啦，非洲啦，所有人类哦。啊，我们台湾是哪里？就是 M174 啊，会加分支到，你看，中东南部、埃及、印度、印尼啊，到台湾、日本、韩国，这个中原地区，所谓的中原地区。啊，遐有偌济人？我来讲，他们里面有 M175、M122，啊，过澳洲来的，啊，过蒙古下来的，还有印度上去的。所以我来讲，谁是杂种？尹一炳，中原地区才是杂种。我们比较纯呢，我是 M174呢，我们比较纯嘛，因为我们在这岛上没有跟人家互动，直到最近嘛。啊，你来第一根南瓜，所以中国人是杂种啊，那个纯啊，那 M174哎，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呢。我们的高沙族要小看珍贵你身上的血哦，不要随便跟人家混哦。174在这边鬼板你啊呢，6万年前就到这边，所以澳洲那时候也有考古。挖到2万年前的壁画，法国南部也2万年前，差不多，都多阿赫啊，哎，时间考古又证实了你的 DNA 上面的变化，所以咱台湾人讲 M174的后代，咱不是为中国玩来的，弄错了，这个地方是本来就有住人，而且住的比你们早，恁中国人是咱的不溜不溜呢，我是你的做工呢，数典忘祖，而且中国人数典忘祖，你忘记我你们的祖先是从我这边过去的呢。你们不要弄错了，那是后来因这几千年的历史，跟我们几万年的历史怎么讲？那是共产党多一家人没有做写文字上的历史，可是 DNA 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哦。这边写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这就 Dr. Spencer 讲，他说最伟大的历史书是曾经写过是什么？就是隐藏在我们的 DNA 里面。这骗不了人的啊，你不是一堆人在努力在编故事给你听啊，包括你那些什么族谱那种骗人的，那是后来这些人住到这个里面人越来越多变成大文化之后外面开始输出，那是最近的事情啊，你们身上血一起老就顾的呢， M174 呢是最近的，几百年这几百年才开始有这些变化呢，几百年都没有变化，几百年才开始变化呢，先找对你的祖先，不要认错祖宗。你认不到周公哦，你今天后代都完蛋了。所以我现在讲，你们的祖宗来 M174很清楚，上网去查，是科学证据嘛？要不然你就推翻这个嘛？没办法推翻的时候，这就是事实啊。反而是你过去的东西是假的啊 ，hypothesis 假说要推翻啊，重新建构你的历史，重新建构你自己是谁，我是谁，你几嘴，重新想一想。哦，你是后来文化上被人家洗脑，以为你是中国人，不是啦。那阵来台湾没多少人呢，荷兰人缺罗汉卡，缺那个工作人都中国开始引进一些人来进来。可是那时候 majority 主要住在台湾东西，北部做阿被勾刷做人呢。你进来的时候只带男生没带女生啊，只有男生可以过海来啊，那时候只是做苦工的过来啊，求生存啊，不能带家眷的，你知不知道？啊，只有男生来什么？来撒金子嘛。他、啊、跟我们结婚一定是找配婆抽啊不是勾抽做郎结婚嘛。啊一代之后什么你孩子什么一半一半对不对，那再来呢下一代又要结婚怎么办，刚登记登个抽郎不啊你家个谁拖啊勾抽结配婆抽勾抽是怎么变啊四分之一。超过三代不到那个都不算了。主要东西咱 M174 的人嘛。你那些汉人搞清楚我不是汉人啊。科学证据证明我不是啊。水源工语言是宗教弄往这嘛，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是给你抽水嘛，给你 KBO 嘛，给你去认同因的神嘛，去认中国的神嘛，对不对？用宗教给你影响，用文化给你影响，用家谱给你影响，讲你说一下根本无嘛，你找小过三代都无这个神啊，那对于中国他给你试的嘛，你追不到你祖先嘛，你祖先其实在这里啦，但是较早吼，咱北部做高山做了一面嘛，没有家谱，没有这个。姓氏的概念，他在姓氏是啥？就是你阿公跟你爸爸的名，
加上你的名，正变你的名字。比如说我爸爸叫 John Peter， 我叫做九桃 ，John Peter 九桃，啊，我叫一个叫 Peter 九桃，还是水，啊，水在你喝嘛，还是罗啊，拢会使啊，还是狼都可以随便你喝啊。所以他们是只有两代追溯了，所以你名是安尼喝来，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记载的历史。啊，但是汉人来一个是你姓嘛，好你姓嘛，给你姓氏嘛，给他不是我们的嘛。像高沙族前一阵不是都被释姓，现在都回到你们祖先的姓嘛，对吧？所以慢慢回到我们该有的，因为过去被那种建立啊，给我们给安尼处理，给你骗啊。所以最伟大的故事是记载在我们 DNA 里面，科学证据啊。下一个，你叫什么名字？福尔摩沙史官，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哦。台湾早期被欧洲称为福尔摩沙，对不对？哦，福尔摩沙之海峡一直用，后来当时叫台湾，直到1950年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后，台湾的名字国际名字才开始叫台湾。所以母亲的名叫啥？敢叫台湾？不是呢，不是，不要弄错了，叫福尔摩沙较好听，母亲的名叫福尔摩沙。葡萄牙人选的啦，啊，不然你自己再再取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也可以啊，但是不是台湾？台湾是后来被占领之后才产生的哈，所以波切苗米叫台湾哈。下一张，来这个证据啊，1920年来《国家地理》杂志，它怎么描述咱介绍在？就这样 ，Formosa the beautiful， 那时候叫它福尔摩沙呢，你看我叫台湾无啊？福尔摩沙，美丽的福尔摩沙。国家地杂是1920年版的封面呢，没盖小人台湾了，哇，怎么搞台湾福尔摩沙？啊，这讲这新闻呢、啊？迄阵美国的新闻，迄阵美利高给咱轰炸的时候，照片，哎、啊，顶完下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成吨的炸药炸在福尔摩沙岛上面。伊刚好讲台湾，无啊，福尔摩沙嘛，对不对？禁锢嘛。OK， 你们要证据就是这个证据啊，要不然新闻上会不会写台湾？写福尔摩沙嘛，所以福尔摩沙。下一张，旧金山合约里面怎么叫我们的？来对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什么 ？Formosa and Pescados， 台湾跟澎湖啊，台湾跟澎湖叫啥 ？Formosa 嘛，跟我叫台湾，无啊。旧金山合约里面用名字跟没用台湾，无啊。福尔摩沙嘛，原文嘛，那了解了吗？下一张，存在感。好，今晚我得开始讲解构造。先跳过刚刚讲的那个史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狼达出席，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开始学会认知自己嘛？哦，啊，妈妈给你婆，你怎么认识到说有自己存在？透过谁？透过妈妈嘛？因为跟你最亲密接触只有妈妈，你巴肚枵，妈妈给你起灵。和你爸对不？啊，那好，给你让，和你欢喜对不？和你笑，啊，你唯一认知自己的存在是透过妈妈嘛，啊、哦，最亲密的接触嘛，肢体的接触嘛，啊、你慢慢认到说，哦，我很重要，我饿了就有人照顾我，啊，我好多人搞笑，你又慢慢建立自己的什么存在感，存在感慢慢又被家人建立，比如说爸爸归来的人了，而且兄弟姐妹嘛过来跟你玩了。慢慢你的这个建构这个存在感越来越宽，不是单单双方的嘛，多方面的建构，对吧？了解吗？就慢慢建构，然后存在感强的人怎么样？他慢慢他就有自信心啊，有自信心的人学习力就强啊，学习力强的人怎么样？他以后竞争力就强，对吧？就慢慢就，所以有的村子里面的揣泥拿龙哦，我们觉得男生高啊，女生漂亮啊，又聪明啊，对吧？啊，一块狼也存在，让你无法忽视。他就是出现在面前啊，上面火刚弄一 take， 虽然你不太爽，但是哎、欸，人家就是存在感很强的一个家庭嘛，一定有的，在所有的家庭里面是这样子。但是你在存在感的形成，这算形成存在感的过程当中发生问题怎么样？比如说你的巴肚的腰号一阵，叫掉嘴的憋起来，掉起来水杯，存在感哈、哦、被否定的时候，比如说我把你那底下好，不都要用吊水杯，
啊，不叫爬。哎，小孩子怎么办？哎呦，这是什么状况？他会混淆呢。他本来是出生在这世界是不用修，不用慢慢呵护长，他有一个期待，可是被否定了。哦，那想到给我们爬，奇怪了，就是对头像，给我受虐儿嘛，对吧？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过程当中遇到否定，相反的 feedback 嘛，所以你开始就会怀疑自己嘛，渐渐就没有存在感。我敢跟我以前带过幼儿园的小孩子，每次都去办活动给他吃的，结果哈、哦。活动办得很好，你哪买来讲？总是有一两个毕业多啊卡，都是藏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我说出来，出来，出来。啊，就是不要啊，嘴巴继续吃你给他的糖、啊，但是就躲在桌子底下。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受虐儿嘛。他不需要你知道他存在，爱的毕业呀、啊，哦，不敢，也没有自信心。啊，这种小孩子有问题啊，因为以后他学习力有问题啊，学习力问题他就不能竞争啊，出去又要人家照顾他，又下一代，就像那样，就是受虐儿啊。阿兰台湾人的学做女儿，你知道吗？我们台湾人在形成我们的认知的时候，你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啪，给渗出去，你中国人啦，我是台湾人，啪，你中国人啊，对不对？在你形成我是谁的时候，你被否定嘛？我是高山族的，啪，你中国人，对不对？你被否定嘛？你这个人是受虐嘛？所以我们产生受虐儿的心态嘛？就可怜的台湾人，就可怜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呢，甚至于人家跟你真正的名字，你要反过来说，不是啊，不是，对不对？错误的认同，受虐儿还只是被否定哦，他是让你不仅忘记自己的名字，还给你一个错误的名字给你，叫你认同错误的文化呢，还更加害呢。所以呢，但是我今麦阁继续讲而已，刚才只是讲个体哦，慢慢一个家庭没有强弱，给做会，对不对？给社会里面形成群体的存在感，家庭比较强的，再多一点，一个部落，部落强的跟其他部落会打架，对吧？看他为了水，为了土地要竞争，要打架，又要争这个啊。这个部落存在感比较强的，就打败那个相对比较弱的人嘛。啊，比较弱的部落，要么被他杀光，要么就被赶走，对不对？没错吧？然后慢慢这部落越挤越大，变成什么小的王国 kingdom。比如说，以前日本就有小的王国，中国有小的王国，欧洲有小的王国，互相打来打去，到最后这个国越积越大，越积越大，比较大的王国就跑出来了，变国家嘛。所以这国家越积越多，变成像联合国，不是像那个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 或者一大英国协、贵亚国家，到最后嘛，就很多的。那国越多，一阵就没人敢打他了，对不对？也竞争力就强，你的存在感也强嘛。所以有一些国家是存在感强，竞争力也强，什么？美国嘛，啊，存在感很弱，竞争力很强，像日本，啊，存在感很弱，存在感，竞争力也弱，对吧？你改了自己去倒那些国家名字。啊，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到存在感的时候，以前部落跟部落抬来抬去是什么？把对方的，通常是全杀啦，中台啦，为什么？怕你反叛嘛，以后过来杀我。所以你一进到村子里面，通常把他们杀光嘛。可是后来想想，这安内唔丢呢？我要做什么事情？哎，我把抢的这个土地要人去种啊，我才有东西吃啊。所以怎么样？我把你聪明的、力气大的、会跟我闹的全部杀光，啊，留你们老弱妇孺，看工哎，进走去种吧。啊，种到赚到的那个五谷，我过来收倒转来，钱啊，我收倒转来，过来抽税，我收倒转来。所以这块狼村内这块狼，我给他取个名字叫资源回收人。资源回收嘛，你不能要被弃置掉的、被杀光的资源回收嘛。啊，你的首领被砍头装在上面嘛。贵企人在大日本帝国都像那样，跟美国修台嘛，两个大国互相 get 啊，输了嘛，输了我们天皇被我们悬置嘛，被美国悬置，给他一个新的宪法，我们剩下这地方就是什么，变成资源回收人了。资源回收人像谁？先不讲台湾，我讲香港也是啊。香港过去是被英国殖民嘛，对不对？英国殖民地就是叫你努力的去赚钱嘛。他总督一来就抽个税回去就好了嘛。他需要管你怎么样？他把你建构制度之后，你就开始 run 嘛，像机器一样嘛。时间到就产出东西嘛。所以后来转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也是对他一样的态度嘛。你舞照跳，马照跑，税继续抽，对不对？等有一天中国说不对啦，这个时间到了，你们开始认自己是中国人。哇，大家都跳起来了，
因为他以前脑袋是被训练他是英国殖民地嘛，啊，所以现在反抗，可是他是资源回收啊，他跳哎，从老早就移民啊，不是移民到英国就到加拿大去了，澳洲啊，啊，没有竞争力就留在那边继续啊，啊，人家管你是想当然尔啊，一定是会安尼啊，啊，台湾嘛是赶快呐，啊，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喜欢做什么？都喜欢去看黄色小鸭，对不对？侬买爱看黄色小鸭，黑东西给资源回收人看的嘛？你们来这边的不准给我去看哦，不能看那个东西哦，因为你的 level 已经降到奴隶的程度，所以你去看那个东西嘛。那黄色小鸭跑到日本波浪餐嘛，到英国根本没人看的嘛。哎 ，low 卡跟 low 卡，我们讲你给它当做一个事情，继续给你探级，拿那个没有品质的东西去给你挤骗来，多可怜啊！所以呢？生存竞争的残酷本质就是这样子，我今晚好利这样一步一步，这就是残酷的本质啊！我给他一课，就是他告诉你，台湾人啊，这真的是残酷的本质，你要认清这件事情哦。我们变奴隶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是我们战败嘛？有人选择自己要当奴隶吗？没有啊。非洲人变奴隶什么？是被抓去的啊！啊，当然这我们战败啦，所以美国叫一个中国流亡政府给你管啊！啊，你被这些人已经是流亡的人管更糟糕。我待会会跟你讲。台湾来这个土地来的东西啊，不是难民的话是流亡人士。香港最近还想移民到台湾来，更糟糕。那种 Q 机关笨手啊，那是笨手灭掉哦。哦，生存竞争手法人各有异，巧妙各有不同。生存机会由认同的群体生存条件决定。对啦，讲到生存，咱台湾人虽然我们的血统已经确认，我没跟你讲血统，不是我要强调血统这些，我只是说血统并没有保证你有可以活下去呢。比如说印第安人血统都已经抓出来，他是印第安人没有错，可是他的生存权是被人家控制的呢。啊，台湾人的生存怎么办？你要想清楚呢。更糟糕的是，咱今晚来这借粮，你为了要生存，可是你认同错对象呢。你认第一名、第二名不去认，去认末流的国家呢？欸，我刚才讲过，你的认同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思想，到最后你的后代，甚至于为那个打仗哦，你台湾人要为谁打？你为着谁人怕啊？你还不是这种人，你还为他认同？因为认同中国文化，你为他打仗吗？第一名、第二名，美国、日本，你不要去进，不要去进，够没有合法管你的人，给你洗脑的物件，你敢把他当做新猪白来奉为闺女，把他当做你的命？在那边为他打仗，还台湾人是戆咖，真惨。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如果人台湾能够继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哦，替他做事情的话，我们后代都会不见哦，后代都不见了，没有所谓叫台湾人去跟他计较。不仅不见，我跟你讲，如果做这种选择的话，连天使都要为你哭泣哦，连天使都看不了，给讲啊，台湾人戆咖，去经济块呢，替你哭泣。下一章，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认同的对象嘛？血统我们证明了嘛？你现在清楚了嘛？你的血统不是嘛？也有人是为了语言来决定的嘛？比如说哦，咱拢讲即款话，所以我们是同一群人，过去都是台湾都是安尼啊，干不是？什么漳州啦、泉州啦、客家人拍来拍去，为着讲港款话都要小台啊，大家拜你啊！啊，结果你们都是北部州的后代。就因为汉人给你死，跟你说你是什么人？你根本都不是漳州人嘛，不是泉州、漳州都不是啊，你血液里面不是啊。结果为了这里台湾人怕来怕去，所以国民党来很希望你这样分类啊，把你分族群啊，啊好统治啊，因为族群之间产生矛盾啊，啊统治者比较容易管理啊，了解吗？以前美国人怎么对付印第安人呢？他刚去的时候，他没有自己下去打仗嘞。印第安人那时候很强悍的，很会打仗嘞。他就怎么样找一个比较强的族给他武器啊，给他钱啊，啊他们就会自己会互相吼凶抬来抬去，抬开印第安人剩下没多久之后，他就进来名正言顺就把他收服了，就是这样啊。对付台湾人也是这样，我就跟你分类啊，你是什么人什么人，你攻什么围什么谁，给你分，你们自己会斗斗到差不多的时候进来收。宗教，有的人为了宗教打仗哦，回教徒你雄厚卖价，对不对？哇，什么大国他都敢，当然现在已经被美国压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可是当初真的是很凶悍的一个，为了宗教打仗。这种我只讲公文化，为了姓氏打仗，为了宗教打仗，为了语言打仗。
所以你台湾人为以后要为什么生存打仗？我们为了生存打仗，可是为了什么理由？自己要想清楚。下一张，再来，搁跳。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哈，我在时间轴上把你拉得很长。你过去因为被人家说到只有一点点的历史，我现在把你的时间轴拉长，在空间上我给你不同的角度来看历史，不同的角度给你切入，跟你过去的历史观都没相关，我从不同角度给你切入，然后你的生存角度决定你观察角度。哎，我们要想清楚，我们是为了台湾人继续生存下去，来决定我们要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历史，了解吗？我们决定我们的观察角度要换哦，不可以用过去人给你当奴隶那种观察来看历史。海岛立场看台湾，那过去是海岛的人，海是我们的家哎。那当时给予中国人这个汉路上的龟给你影响，什么台湾一大堆陆军莫名其妙，我们四周也都是海嘛，海我们是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很 comfortable 的地方啊。他们反而害怕海啊，所以楚龙伯去海边啊，叫你来讲，咱都是海的，是咱的。随时被进走，被吃的东西都从海里面来啊，应该很舒服，在海里很舒服，要么就山上很舒服，海里很舒服，对不对？所以历史解码之后，你有我给你这些史观之后，你开始解除你过去所有的手边的资料，一大部分都可以丢掉了。下一张，所以有的人搞工，阿里工啊，这位说啊，哦，我不需要知道，我只要日子过，外公。诶，工商委的话，你马上就给他套一个名字，叫做资源回收人，因为他是被资源回收，也 level 哈，眼界没办法高到那个地方，他跳不出来，他就在里面活。所以下一张我来给你们看，这个是送给赏鸭人士，哦，去看黄色小鸭的人。我说，生来为奴隶的人没有过去，未来也被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当然没有史观啊，更不需要传承，因为没有什么好引以为傲、值得纪念的事情。奴隶，我上面后就觉得骄傲，说我要传下去，传给下一代继续当奴隶吧，没嘛，根本就更小嘛，对吧？奴隶的人哈、哦，无法计划未来，连抬起头都不敢的奴隶，如何往前看？奴隶东西拢阿头的，无举头的，无举起看的，无奴隶拢头累累嘛，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眼前的一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因为官迷不是刚被加嘛，我哪无尽做是别人加，我没来过几季，但然后给我连个币安那个样，只能考虑眼前的一口饭。所以呢，奴隶们总是告诫他的后代说：“哎，当家兄实在。”你经常听台湾人讲这句话对吧？还得奴隶成性的人讲哎，哎当家兄实在啊，什么东西是以吃来作为？评估事情的标准，所以呢，小心，如果把他眼前摆的那一碗馊饭都去喷了、铁灶的话，换成一盘龙虾、海鲜、开胃菜，加上一瓶香槟酒的话，他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的手。听到不？今晚都是这样，把你台湾人水准要拉高的时候，一个背信了没有？骂你，在台湾政府在做什么？那就是要把你眼。淘金那个馊饭拿走，要给你一个高级的食材给你的时候，你不行了，因为你是奴隶啊，到血液里面都是奴才的命嘛，就看到机关被给你揪管起来，还够跟你反抗嘛，反抗不断，你跟你爬嘛，就很好笑嘛。所以民政我跟你讲的很简单，只有历史上的事实、文件、证据、逻辑、科学的证据，干他那那样的，那我没跟你诉求什么东西，就是讲这个答案就出来，你要个得行不行？下一张啊，人类学不讲，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下一张，来，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哦，咱是台湾人去用安怎，种族被灭绝了，你唔知哈、哦？我先讲一段故事哈、哦。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5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5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这不是好笑吗？
哎，我先跟你讲哈，为什么他会？因为他犯了一个普世上的价值的罪，他毁灭人家种族啊。他怎么毁？还是一回事哦，他还大量把中国人移民到新疆的地方、西藏的地方跟他混，对不？啊，你中国是不是对台湾都同样的事情？我们人种，我们这里的人数不多、哦，琳琅尽致哦。你大量的把人移到台湾，但台湾人这个公干哦，还欢迎他们呢。你的种族要被人家染个毛起来了，知不知道？你还不醒过来吗 ？M174的后代，这就是犯下种族灭绝啊！他现在我说要台啊，他只要大量的人把你稀释掉就好了、啊，以后你就没有什么我可以站起来说我是福尔摩沙人，敢来提波了。好在这个时代出来了，你真的有这种人呢、欸？日本天皇对我们是说，哎、欸，这个该取个名字叫高沙族。秘书长强讲过嘛，叫原住民就不对嘛。原住民他们叫新住民，以后过几年你们也不是原住民，他也不是新住民，他也变原住民。他叫玩文字游戏呢，上面符嘛、有的无拢给你染嘛，取什么中国旗拢给你染嘛，染给你染，你的纯种不见了嘛，不见了就地方雄厚啊，拢野狼啊，就自然啊，不用打仗就你就变成他的了。但然呢，看得懂了吗？西班牙国家法院，哎、欸，欧洲很多国家，西班牙胆子这么大。啊，中国为什么会这样有胆来抓？你如果是一个大国，那公就跟他那老毛哎喂，你应该说哈，你有胆，你就对西班牙禁运嘛，就把大使召回来退回去嘛。你后道都应该做这件事情了、啊，阿伯公，你收回你的话，要不然我们就要对你施以制裁，我们干嘛？所以这种有点像是拍狼对警察吼，后道都来，后道来做了坏事嘛。他没有针对事情本身。到底他们有没有涉嫌犯下种族灭绝这些人？种族灭绝这是普世的价值、欸、你不可以去灭绝人家种族、欸、你阿伯、啊、你过来，大部分人都被灭，都不见了、欸、你人数比较少的人都不见了、欸。过去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打来打去，到后很多地球上很多种族都不见了，越落后不就都被人家取代吗？越强的国家都把你吃了，给你捡，给你移民，给你殖民。所以后来慢慢才停止这件事情嘛，人慢慢就了解说，哦，各种人种有它特殊性，需要保护，需要保存。所以印第安人现在有保留区嘛，对不对？美国也不敢这样子啊，印第安保留区嘛，黑来电只能跟他们通婚，要出来都不太容易，维持它的独特性嘛，那很重要哦。下一个，啊，再下一个好了，好，我把。大家的史观拉长就是用这个方法啊。两万，这边是六万年前 ，M1G 是来到台湾，六万、五万、四万、三万啊。然后这边的这里面的一万，我把这个拉到这么长，这里面一千年拉到这么长，一千年前这是1624年，西班牙、荷兰来台湾，1624、1662、1683，后来我解东宁王国，东宁的是你们所教育里面所讲的郑成功了。弄一个东宁王国，可是那么小，是因为他占领的地方的关系。后来大清帝国号称212年，但是他到底做什么？我们待会有的事情看哦。大日本帝国1895年告急嘛，啊，中间是美国占领，所以我还维留剩余主权在这边，啊，什么时候会逃吧？下一章，让你们史观拉长哈、哦。所以要问几个哈，维基图表哈，不是维基都对哦，维基上面很多人给的，他图表其实有误导。明郑王朝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问这个问题哦，待会你看图哈。清朝号称在台湾建省，他做了什么？支那人眼中的台湾人是什么？一尊齐雄公台湾人讲，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治理啊？你搞我欺负啊？你搞我糟蹋啊？你搞我剥削啊？当然台湾人会反啊，很简单嘛，台湾人就别个动不了再换嘛，对不？下一张，这过去清朝时候的地图。我给他揪出来，清朝人自己画，所以上面写汉字啊。啊，这是明郑时期所谓的东宁王国，郑成功刚才占安尼一地啦，终于占台湾了。他的势力范围只到这里，有没有吓一跳？但是他这段历史可能下去倒对啊，你以为台湾那一段历史只有发生在这里、欸？不是可笑吗？我现在不光是时间给你拉长哦，我把他的统治范围给你看呢、啊。清朝只统治左半边，右半边不是啊？高沙族住的地方，他哪有统治？没有啊，他根本不敢进去啊！啊，所谓的郑成功啊，那啦，下去倒的历史。一准这边是荷兰人，
那边是西班牙人，叫一个大渡王国。大渡王这里打问号是这个王国存在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刚才多一家北部作为人，给渡的，并且王国。哦，这是台湾的历史啊！你们上网都可以去查，很多资料我都不需要，不是去编的嘛，上网就找到啊。日本政府福茂沙群岛建构台湾主权之前的历代殖民统治者以及该政权所及的势力范围表，就像那样。最后是谁建构台湾的主权？日本人啊，对不对？他把右半边的高沙族这边也征服下来，他给了一个理由，因为他那时候清朝寡人邻居也挂掉一尊，觉得莫名其妙。哎，他右半的不是你的啊，连邻居的土地也割给人家，所以他就问美国啊，跟美国扯来讲，你过去怎么对付印第安人？美国那个大陆你怎么做征服的？有一个理由啊，他讲什么理由？他说这个地方还是部落形式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征服 conquer。然后建立主权，因为他没有主权的观念嘛，啊，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日本就把右边十年的时间，不是说让高沙族靠搞球吧，因为日本人不敢干的，用激烈的手段把你灭掉了，因为以后要统治这个地方啊，他是爱你啊，所以要用慢慢的征服，他派他的皇族来跟你通婚呢，啊，你不听话，就是慢慢有理藩政策，待会我们就看下一章，这个是一个总督的日记了哈。我先讲，来，再下一章，待会再跳回这个总督日记。大日本帝国跌台湾，在高台总督，虽然五十年里面做的事情远超过清朝200多年，多太多了。我一一的念给你们听，我念很快哈，阿林听，跟你的行业有关的，你马上就可以记起来哈。明治28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际，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创始，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复审法院、高等法院三级制哈，警察制度、理藩政策、医院设置、阿片制度、教育制度、邮便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改期准了哈，度量衡改正、财政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开始都要大量的钱要用哈。在一年里面做的，第二年1896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他只从6月做到10月哦。台湾总督府临时法院、台湾地租规则实施，政治犯临时法院，政治犯不是钦差台啊，他有法院要审判。台湾公益制度创始，国语学校预备。明治29年，第三代总督乃木希典，乃木希典是将军以及军人啊、哦。三段警备法、阿片渐进制，讲到阿片制度，阿片就是鸦片呐、啊。那时候台湾人因为受清朝影响很重，所以大量的吸食鸦片。那日本来的目的，他就是要把你管自己，逐渐到最后把它完全禁止为止。啊，他用什么方法？首先专卖，然后控制量，啊，最后慢慢逐步减少，最后禁止。啊，所以叫做渐进、逐渐禁止的制度。鸦片专卖、教育制度扩充、民事诉讼调停、医院设置开始设医院啊。台湾伸张的绅士伸张条规制定。新高山命名，新高山就是玉山啦、啊，人讲的玉山，新高山应该叫新高山。获台湾总督府颁授绅章，有1000多名的台湾人简要传记，他会编一本书哈，1916年出版，是日治台湾由军政管理时期。第1898年是儿玉源太郎，他也是细贵照，所以真正在台湾做的是后藤新平的哦，所以他做了什么？警察及司狱官养成机关设置。保甲制度实施，土地水利事业、地级调查、大小租权、地方规则制定。基隆跟高雄港那时候开始起哦，基隆跟高雄港，全岛道路铁道建设，规斗哦。待会我们慢慢看哈、哦。那时候天皇来台湾就是坐火车对桃，叫他屏东，哦，一站一站停。府立病院编医啊哈，十间设置，总督府医学校设置。有医院当然要有医生啊，他就训练医学医生出来啊。祭祀工业设立，缠足废止把卡，这里有人知道把卡哦，我哪骂把卡了？哦，国族那时候当然是不人道，又对妇女非常不好的东西嘛。废止糖业政策确立，台湾神社创建，学校准备，台湾教育会设立，阿片减禁政策确立，卫生设施樟脑炎烟草专卖制，匪徒镇定理藩事业。藩地藩族调查，南支文化设施补助，南支日本人台湾籍民学校户口调查。下一个，
做户口调查基本上做呀，过去清掉不跟你户口调查，户口调查就丁基，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一个一个人，你的记录、你的身世、你是谁、从哪里来，他都给你记录下来。所以你今晚被申请民政委，你都提几本时代的户籍呀、啊，给你写得很清楚啊，哦，明治39年1905年第五代总督，左九间左马太啊，农会设立。内地人农业移民事业开始都是日本人开始移民台湾，他们农夫开始带着他进水方法 know how 进来。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设置有没有？1906年的时候，台北市是做下水道了。还是过去其他中国听都唔爱听嘅代志，下水道哦，纵贯线全通哦。起码在德圭尼，1906年纵贯线全通、哦，中央研究所开设，化学部、卫生部。开始有研究所啊，阿里山开采及造林事业。讲到阿里山哦，中国人真爱给你黑猪来，你给讲台日本怎么样剥削台湾的树？其实不是耶，他们有造林。我怎么证明这件事？你去看日本的各个岛上怎么开发当地的树木。举例来说，雅库西嘛，日本南九州南部乌九那个有个叫乌九岛的地方，它里面的树木很多，都是上千年的树。可日本人进去开发都做记录的，规岛的树啊拢做记录。那要种多少树去维持 maintain 那个树的量？它不是去剥削，它同时在用木头，但是同时它精作，哦，所以就是开采及造林事业，产业组合规则公布实施，博物馆开设，图书馆设立，松山疗养所设置，然后肺结核。你光听它的政策哦，知道行政的人就知道了。统匪事件解决，西来安事件，第六代总督哈，新庄事件。台湾劝业共进会开催，劝业的是有点像商工总会的那些东西哈。总督府竣工，台北市的总督府竣工哈。宗教调查，宜兰县跟屏东县这时候此情况哦。商品陈列馆开设厦门博爱医院，医院开到厦门去啊嘞。哦，1918年台湾电力公司。成立了哈，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日月潭水利电气事业，日月潭，台湾教育令公布实施，学校体系化设立华南银行，台北商专啊，台北高等商业学校设立，广东福州博爱医院，南洋仓库株式会社，纵贯铁道中部海岸线开通，嘿，那几年几行台积滴滴进行了，1919年，一视同仁，这就重点了哈，田健自然，我待会给你看田自然日记哦，那时候日本。在你前面的那一段时间过了之后，他就把你当作日本人来处理哦，就是一视同仁。之前不是嘛？现在开始同化政策，裂地延长主义，台湾教育令公布实施，差别教育废除，哦，共学制实施，嘉南大郡启功，地方自治制度确立，第一回国事调查实施，农业仓库设置，户籍令胎刑鞭刑了哦，废止。总督府评议会官制实施，中央研究所各实验所统合，学校组织改正，高等学校设立有4年跟3年，台湾史料编纂，皇太子殿下台湾行，供给台湾皇太子殿下，他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日本台也日本逃出台湾人讲，别再来，这真乱。现在回到刚才那个总督的日记。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讲，总督眼中怎么看台湾人 ？OK， 台湾总督田健自然日记，1月13号微雨，早上登厅，铃木队连队长铃木大佐，铃木连队长办新任的英国驻在武官陆军大尉这个人来礼访，哦，然后高木有志来叙述对制糖工业电器应用，哦，然后应用什么？甘蔗粕。甘蔗粕、哦，做爱调查，然后法院跟法务部长来叙说匪徒惩罚令跟刑法骚扰罪的关系。世界思潮社来后，哦，这两个人技师来报告江南大郡工程进行的过程，哦，昌树关于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善后处分，大藏省亦进行经过，哦，仰赖工业银行的资金。台湾学生林伯可诉说本期中学毕业，他也有
人性化的一面哈。我们去看总督一天到晚都是做那个国家大事哦，他也接近学生哦，说他要去福冈高校念书，念文科，他跟他谈一谈。台湾思想之恶化，盖哦，他是回应我刚才讲说台湾卖来啦，加金端。其实他说不是，这些是在东京学生辈，在台不过几个人而已。哦，特丹在多少情社会主义，他们因为相信社会主义的关系，未到危险的程度，不该太危险了。一般人民极其忠实顺良，敢一视同仁圣恩，绝无危险之余。哎，总督日本总督把酒来对台湾人民是顺服善良的。咖喱都讲看清朝以你眼睛来对看台湾人一下，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对不对？你是蛮夷之邦嘛？来下一张，就回到我这边就不念完，今天因为时间有限，等一下啊，总督事迹。哎，这是我刚才念到第九代是吧？好，哎，前面那一代有念吗？啊，有，再下一章。好，铁道改良、自由港设置、台大、台北地大预算有了，台湾美术展览会、台湾青果合作会、蓬莱米奖励哦，东部铁道全通哦，东部开发事业哦，过来一下嘛。大正十五年，台北帝国大楼设立开学。有没有台湾银行救济？桃园大郡大郡的新社，宜兰浊水溪日月潭事业资金到位，日月潭事业地主调查嘉南大局完工哦，物色事件，乐圣院设立，台南就成大也设立。来下一个，台北放送局都去广播局嘛，他们 NHK 干嘛去放送局对吧？他苏澳花莲港建工道路完工哦，台北地区计划糖业试验场。共婚就是台湾跟日本人结婚了，通婚了，共婚法实施，日月潭水力发电各种法令，犯人政策，选举权赋予，州市议会决机关，街庄咨询机关，半数官选，半数民选，国租，哦，台湾地租，还有台北机场、台北飞行场建设，有没有看到？台湾拓殖会三公令，时差废除。跟日本没有时差，现在差一个小时。当初时差废除，台中港主港工程开始，台中港哦，热带医学研究所、热带农业试验，我这边念不完呢。我下次直接你们要资料的话，我直接给你们下一张。所以我做了整理一个简单的表。那时候对西方国家来台湾殖民的那些西班牙或者是荷兰人，宣教对象殖民。哦，那他的目的是军事，也是商业，也是宗教。他来台湾是逐城，比如说红毛城啊，哈、哦，通商代办、医院、学校、军事。那他来的人是军人、商人、传教士。那对中国人来讲，按台湾讲，是边陲，是化外，是蛮夷哦，是政治跟敌方是西方的战略位置哦。哦，他来的话，起行啊，起标给你收集啦，主要都是做安尼啊，所以咱再换啊。把他们抽税抽到冻尾掉，然我们会反的。中国历代的流亡人士弄来台湾了，不得志的弄来台湾了。对日本而言，是生存命脉，是南进政策根据地，军事、商业、宗教、皇民文化政策、长期国土延伸计划、军人、政治家、统治者、黄竹东和农夫。好，下一章。佛摩萨当然拒绝成为难民收容所。中国社会混不下失败者，明朝、清朝、蒋介石部队、香港难民，弄这块狼来。下一张，所以我们生存的考虑点要考虑到这些，谁是我们的生命运共同体？哦，这个以后再讲。来，我们直接跳照片好了，你帮我拉到照片的地方，我给他们看。来，我给你看一下相片，这是早期马杰比，1895年我们变成日本，啊，但是在那之前的台湾。清朝在统治的时候，马偕来台湾很早嘛，扎展尼哦，啊，那台湾的时候他是 Princeton 神学院毕业的，来到台湾第一天住的叫皇后旅馆，啊，都来对天宫，第一天晚上睡不好，臭虫太多会咬到睡不着。第二张，啊，在马偕来台湾就是从医嘛，哈、哦，马偕淡水有马偕医院嘛，起码马改便宜嘛，哈、哦，就是马偕给人办嘴去。来下一张，他刚来的时候跟咱家人吃饭。留胡子，啊，来抓台湾部，嘿，真正认同台湾的一个外国人。下一张，哦，一个开办社学校，后来有，
哦，牛津学堂啊，对，起码真理大学哦，很多哦，台南长荣啊，迄是台南的部分，对不起，我即摆是讲北部哦，马街的部分，来下一张，哦，过去马街叠加，你看迄阵的台湾的情况，好、哦，下一张，过去清朝的台湾，我来讲啊，起城起庙，啊，再抽税，最主要伊做代志就是安尼，无甲你建设啦，起庙起城，起城要保护他自己的权利。给人来怕了，用起想成锅的观念。下一张，可是一八多少年的台湾呢？下一张，来过来，我在想，就不能一张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给他一个名字？我跟你讲，这叫槟榔西施，卖槟榔啊！迄阵阿妈在吃槟榔啊，婆尼那个孙子在卖槟榔，槟榔西施啊。想不想看槟榔西施？这里有，看不敢看。我看见很多男同性们把酒人夹起来。好，下一张。好，那时候西乡重道来台湾啊、哦，来下一个。啊，这叫李藩事业。李藩的是有个原因的哈，我们再待会跳这张，再下一张，那是铃木大佐啊。这个是刚，你念一下那个名字好吗？北白川。来，你念北白川宫亲王啊、哦，他来台湾，一直是1895年，他就带部队从奥迪上台湾嘛，击败台湾那时候的部队，在那边搭帐篷宿营啊。来下一张，哦，这张你们看得懂吗？这是什么？这都是我们高沙族的同心哦，同胞哈、哦。另外站在第一个这个，这当然是日本军官了、啊，他拿了日本旗嘛，哦。啊，这边是日本军人嘛，到后面这一群人，他手上都拿着什么？这边我们高沙族的，这是什么？这都人头哎，黑的就出草了，把头剁起来了。来下一张，你们看他们在嘉年华会在跳舞对吧？很高兴，有小朋友也这边看表演啊，那边有日本人也来观赏。你看我在想，手上拿什么？人头啊，他们庆典的时候拿着人头啊，跳舞啊。所以那日本人过来说你这样很不人道啊，不行呢。所以有李藩政策，慢慢让他改，说不可以再出草。那时候日本人来家可以用头剁开，差不多300多个人。那北部做一种四五千人可以用剁开，他们之间互相抬来抬去买剁头，那就是人头啊。妇女同胞拿在那边唱歌跳舞啊，人头呢，那个就出草了。惊未？很可怕哎！再回到上两张，那个铃木大佐那边，铃木大佐那张图在森林里面，哎，他就跟他讲：“别再给我出岔哦，不可以再剁人头了。”哦，啊、他说 ：“OK。”所以一部分就慢慢愿意接受这种比较文明的方式来处理战争。哦，来下一个，就跳回再下一个。哦，所以有一部分人就已经站到日本人这边，哦。哦、你搞到通敌嘛？那我现在就变顺，比较顺的翻啊，顺、哦、翻。爱德盖怎么使用步枪嘛？哦，就这样，当初的图片，哦，没看过哈、哦。来下一张，一开始的时候，很漂亮的两个姐妹啊，1820几年的时候，哦，高沙族的漂亮的女生啊、哦，嗯，卡哇伊。哎，下一张，那这个是什么？他们也在。照团体照啊、哦，下面这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吓死你啊、哦！都放在他脚前面，一颗一颗全部一排都是人头，有两头跟你讲，就李藩政策，光比赛光那样，哦，有图为证啊，这个没有随便讲啊、哦。下一张，所以他们那时候很害怕，洗澡都要有兵在旁边狗掉哎，要不然洗一洗头就不见了，吓死他们，对不对？哎，日本兵都在四周围保护他们，才可以好好的洗一个澡。来下一张，那这个就很残忍了。这个其实有一个故事啊。来再看下一张，我看有没有念上课的。再下一张上课的照片。哎，对他那时候日本人就在山地各个地方设立学校，啊，教他们语言，让他学习认字哈、哦，给他识字。结果呢，高沙族很多人不喜欢，他就进去学校里面太郎。回到刚刚那几张，那个小朋友站一排队。啊，他把学校小孩子都杀光。那有一些小孩子，这个中间的日本老师把他藏在粪坑里面，躲过一劫。啊，这劫后余生，
那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我还有其他照片，有点残忍，所以我就放这张。后来他们的小子就站出来，哦，就被救出来，啊，闪着拍一张照片，哦，躲在粪坑里面，啊，逃过一劫。啊，下一张，再往下走。啊，那时候上课早期哦，早期哎，好，慢慢就越来越好。来，再往前走，这时候是日本的第八联队空军，哦，那时候飞行试验表演给大家看。来下一张，那时候是小朋友画的了，哦，那时候的图画，学校画的图画都会拿出来用蜡笔画彩色的。下一张，这是第八联队空，哦，日本在台湾的第八联队空军，不要跟他们叫飞行第八联队。下一张。下一张啊，哦，飞机，放点哈，哦，来下一张。啊，这时候是他们日军占领了马，他不是我们日军占领了马尼拉之后，台北的街头开始学生庆祝啊，雅吉亚就台湾尼拉哈。下一张。啊，这个是台北的一个，哎，我记得我有给的是哪里啊？是台南还是什么小朋友的园游会？老师带着小朋友跳舞，你要看哈。下一张。啊，这里是哪里？那讲得出来吗？乌狼灾啊不？我讲很快哦。对，刚啊，工会堂，对对对，向公哎，啊，哎，欸，工会堂，这台北工会堂，你知道工会堂怎么盖起来的吗？台北市民哈，一人一块，一个人捐一块钱把它盖起来的。迄阵一块真大意哦，佮起起来。啊，国民党来都佮叫中山堂的，想讲伊起，唔是啦，台湾台北市的人每一人捐一块佮起起来。下一张，公卖局。哦，迄阵都起遐水哦。来下一张，北岛的温泉，洗温泉的人。来下一张，啊，这都一样，你讲，不是总统府啦。啊，有人顶盖有人讲澳洲，我讲不是啊，这都一样，台大医院呐，台大医院，台北，台大医院。下一张，哎，欸，我上面都有写，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台中神社军乐队。台中神社军乐队。下一张。啊，嘉对，你念一下台北三线。台北市三线路。台北市三线路。好，下一张。啊，这个。台北市内少棒对抗赛，华山小学南门小学。哦，华山小学那门。哎，欸，我看什么名次一个人讲什么台湾红叶棒球队就可怜用棍子给打石头，没有？胡说八道！台湾的棒球怎么这样？我们在日1922几年、30几年就是这样子哦，这才是台湾的棒球队哦。穿有穿的样子，有帽子，有棒球龟头，有手套，有棒球鞋，有制服，有队旗，有教练，哪是你讲一下可能？什么什么红叶棒球拿棍子打石头，胡说八道，那时候你流氓进入冲到边上那个，过去咱的棒球队，我给你看照片，有图为证嘛？这有什么好讲？我们棒球打到甲子园去呢，台湾嘉义农工打到甲子园拿冠军呢，后来人就不那么惊起来啊，那遐强。这是以前我们的小朋友啊，没有在开玩笑啊！这让我太后悔了。我待会还可以跟高雄，跟我们去跟他台北七年，这两个小学的对抗赛，台北苦来对小学互相会打对抗赛，打雷龙有制服啊，都有队服啊，哪是你想象中那个丑化日本时代？来下一张，对一下，有人在不？台北市公车啊，你看啊，有人吓一跳，台北市公车，一准都公车啦，而且怎么样？会排队，不像难民来了，台北施工车逮拢个鬼黑样个望上去。如果经历过那段时间，你就知道那时候台湾秩序真乱，不排队的。哦，就像呢，台北施工车，其他呢，基本沙尤卡达呢上公车。来下一张，他在台北车站。哦，我们所知道是平的台，下一张。啊，台北神社迄阵。去新家，台湾人去台北。来下一张，这超山啦，阳明山，哦，超山。下一张，等一下，台北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建中的学生，很臭屁哦，那个像是帝国的小孩子，就派，不像今麦建中的呢，每天都背书包，戴眼镜啊，啊，一直是安尼嘞，哎，他们都要学剑道嘞，学柔道嘞，文武双全的嘞。而且还有那种霸气呢，就是不一样。下一张，这对，有人够人恭喜欧洲了，不是啦，台北的博物馆了，管前路走到底就这个，都是这间了。台北车站头前是管前路，走到底就是这个。
台北博物馆，我睡不？哎 ，be proud of 你是大日本帝国台湾人呢。下一张，对台北市的银座，号称银座，迄阵其实就是龙丁啊，对，即卖衡阳路遐附近啊。哦，你看我睡不？那个公车你看，路灯。下一张，从上面拍空拍总台湾总督府。下一张，迄阵都遐水啦。好，来改让我背盖，迄阵都是安尼啦。我那是想1929年、30年一准都下来了。OK， 下一张，来放大，车站前面的，像不像欧洲？好漂亮的街景嘛，对不？哦，来真的是乱成一团呢，真的不要炸。下一张，像欧洲啊，这就是中山桥啊，明治桥嘛，哈、哦。好来叫中山桥，名字叫啥？叫明治桥。到尾啊，迄都是可恶，给你改名，搁给你拆掉啊。马英九给他拆掉啊，换作乱七八糟桥啊，这到底就是台北神社啊，台北神社啊，就是另外过来起一个圆山饭店啦，要给他镇住啊，坏蛋嘞，过来破坏古迹哦，你搞教练别来破坏我的古迹哦，你们他们在做不对的事情哦。下一张，这新公园、新公园从上面空照图，你就看那当时是有都市规划，非常漂亮，台北市很漂亮哦。下一张，这后来台北车站了。都在看国家炸啊！这后来啊，咱后来这个国家起，进行是安尼啦。下一张，哎，你可以念吗？我上面有写，台北是本町哦，本町哦，这可能是迪化街一边了。哎，快了，我们再过来下一张。接下来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个哈、哦、啊，哎，你念一下那里面内容。舞蹈家石井默士。来台湾的时候啊，他们办一个 party， 是在 台北公会堂，国际标准舞跳不尾啦。啊，你讲一阵台湾人穿啥？我现在讲1920几年、30几年的台湾人哦，怎么穿衣服的？学一学好不好？啊，跳舞的、欸，你看他们每个人穿着，那就对啊，西装笔挺的、啊，白色鞋子。你看，啊，女生穿的很时髦，你看那时候烫头发，你看。哎、欸，恁即马阁输伊咧？恁即马内底像刚徛起来，讲我徛喺边啊，穿个比较水，有无？侬不要穿衫咧，台湾哎，变难民教到你们现在都不会穿衣服了咧，没有品味咧。下一张，真的，而且 rugby， 哎、欸，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他们学生玩什么球，穿什么衣服 ？rugby 就是 rugby， 别改你穿个围脖，什么内衣？即马台大学生嘛，穿内衣底下拍球，笑死人。穿有穿的样子，坐有坐相，吃有吃的样子。每个东西都有规矩。来下一张。哎，公主，这我讲一个短短的故事。第一 ，Vigo 哦，那个老人院来的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咱来的一些东西都在老人院来的。啊，来这边因为中国有钱，有些人把老人送来那边。啊，老人院里面，他们美国老人院都不错嘛，哈、哦。啊，在看电视有一个，他们就是专门看电视的地方，音响室。啊，大家都在看电视。啊，突然之间，那中国来的人。因为老北部啊，他婆就捧着一个碗，拿一双筷子就跑进来，要吃饭，吃饭了。啊，我那个美国人看就很奇怪，这边是音响室，你带着碗筷进来做什么？啊，这里打完东西嘛，说你怎么把碗筷带来这边？哦，因为他听得懂华语嘛。啊，那些人印象上，有时候不可以，这边也没有写说不可以在这边吃饭啊。啊，这咱台湾当今嘛，很厉害哦。啊，你怎么不去本寿？本寿嘛，不下工不能在这边吃饭啊，你怎么不到厕所去吃？对不对？给闹亏嘛，对不对？中国人进来编嘛，来编啊。啊，厕所也没有写不准在这边吃、啊，你怎么不到厕所去吃？我气干嘞，不等跑掉了。他们东西都是乱的哦，厨房到客厅全部都是打通的哦，全部都是交座会哦。碗是端到处去吃的哦，不是安内台湾过去不是安内啦。啊。来，宜兴，台北，他们教小孩怎么看病哈。下一张，我们走快一点。啊，这是什么？台铁的旅馆呢？台铁的旅馆呢？哦，那就像台铁最近病啊那些病一块去。来下一张，啊，这里是哪里？念一下。新竹市。哦，新竹哦。我现在不是只光讲首善之区，我希望每一个城市都走。下一个，新竹啊，在台中。哦，来下一张。人想讲台中迄时后来去，毋是啦，日本时代去的啦。
啊，再讲台中哈、哦，他们我们的军人是大日本军人海军下岗之后开的 party， 你看你这样隐隐约约虽然不清楚哦，你看他是吃西式的餐点，对不对？啊，穿 kimono 很漂亮的女生在那边 serve， 对不对？那些军官们都很有气质哦，连坐的样子都，对不对？你会看得出来他的气质啦。来下一张，这是哪里？台中绿川，啊，起码绿川垃圾鬼个屁事。咔嚓，这个像欧洲的那种花园，你知道吗？我睡不，真的哈、哦，你也干嘛就唔甘台湾那样，就找他个病啊那样。下一个，我跟你讲，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发现台湾》，我跟你讲，发现台湾是什么东西？发现台湾被你中国流亡政府糟蹋的纪录片。你不会管你把台湾弄成这个样子，我撸垮是撸起，还什么金马奖？纪录片啊，糟蹋台湾的纪录片、啊。来，这是哪里？念一下，台中的那个地震之后吧，是不是？台中大地震。哦，地震之后他们马上空拍，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空拍要马上空拍大地震的结果。来下一张，来下一张，这在哪里？天皇巡视哪里？台中吗？台中天皇陛下 ，OK， 好，我知道。摄政宫，摄政宫，就是他还那时候没有当天皇，这是美国的代表，那边是苏俄的啊，不同国家的哈、哦，陪同天皇陛下在台湾巡视哈、哦。来下一张，在哪里？念一下。台中市大镇町。啊、哦，台中市大镇，下一张，走快一点。啊、台中市一所。还下一张，台中青。青果合作社输出香蕉，哎、欸，我来讲哦，这青果合作社起顶迄阵哦，你看即卖台湾啥，请食槟榔啊，请穿拖啊，对不？请短裤啊，内衫内裤就造出来，人迄阵是安怎穿的？啊，尊重他自己是个商人哦，会有自重哦，穿西装打领带哦，输出哦，没有在开玩笑嘞，连工人都是有个样子嘞，不会像这样的完全不得输的。下一张。这是哪里？台中的，台中是小京都。OK， 那时候水甲姐听到人讲吼，就是小京都，台中诶，叫台中人哈，有无？啊有，好，下一张，台中呢，较早水甲叫人吼叫小京都呢，台中州厅，水啊，啊，来下一张，台中车站，对吧？我有没有讲错？啊对，正确，下一张，好，再下一张。这个是哪里？嘉南大郡起工的时候，起工开始发包施工的时候的图片。好、哦，下一张，在阿里山神木旁边。哦，下一张，这是什么？这是嘉农啊，拿到甲子园冠军的嘉农啊，亚球棒球最出名就是他，打到日本甲子园拿到冠军，吓到日本一跳啊。哎，嘉农，来下一张，那、啊、这是哪里？嘉义市龙町。哦，嘉义市嘉义。我起码开始各个城市都供了、啊。下一个，啊，这样好像是彰化，彰化水源地，对，拍下去是彰化市，下面是彰化市哦。来下一张，啊，加对，来，不下，不下啊、哦，好像记得是台南州厅了啊。下一张，啊，这是台南，这嘛台南，哦，这东西有点凤凰树啊、哦。下一张，下底照，就像豆芽毕业，下郎毕业。你要讲出来啊！毕业叫台南没有？台南人物有举手。台南女中毕业照，一九多少年的时候，台南女中下高，你看全白的鞋子、袜子，干干净净，头发弄得整整齐齐。台南女中毕业的样子，就得输为零啊！哎、欸，有荣誉感呢。一九二几年、三几年的台湾呢，日本通敌也看台湾呢。下一张，多让人家叫台南市来的呀、啊！吓死你哎、欸！啊，连那个路灯弄得多漂亮，归站老了嘛。下一张，台南火车站来对，下一张，台南神社下一张。哦，你说这都呀？他写什么地方？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来迎接那个天皇的时候列队，那边是海军，这边是陆军。下一张。来，高雄市运河。高雄市运河，好，来下一张。阿健，糖厂在哪里？哦，下一张。高雄 Takao， 嗯，
高雄火车站，来下一张。啊，这样来的。高雄水泥工厂。高雄水泥工厂。哎、欸，你有没有有点混淆？觉得这个好像是最近的照片。啊？我们在讲说加霸你几个照片，起码安内内啊，台湾是有进步不？退步啊，下一张。啊，这是高雄的软式棒球队。好、哦，我拢给 Q 出来，相片来再来下一张。高雄港啊，刚好跟像中国那个什么捆工在那边绑，用人力在那边拖车，无呢？一阵这种，哎、欸，是怎么运东西的？当时1920几年的台湾就是这样，高雄港就已经这样子了呢，国际的商港了呢。下一张，高雄港，下一张，在高雄寿山天王下来，下一张，来念一下这个试试。高雄凤山幼稚园，凤山幼稚园，哎、欸。场面很大嘞，一个幼稚园的园游会，搞得板干那样。你看小朋友都穿制服、戴帽子，在推轮胎，后面有帐篷。你看小朋友围起来，你不觉得很错愕吗？这个好像是最近的照片嘞，最近都搞不好没有这么有规矩。下一张，高雄水产试验学校的学生聚餐、开 party， 一阵年龄大，他紧张，你看笑脸，大毕业。穿西装打领的就得输哎！来下一张，台南最南端鹅銮鼻的驻军台湾，来下一张，在哪里？念一下，谢谢。然后我下下一张，屏东便当的那个展示会，一直你不能讲叫便当，所以把各种便当拿出来展览，大家来选以后要用哪一种哦，便当都摆出来。你看大家穿请他一阵的人，台湾人是一贯的。下一张。鹅銮鼻，你看，很英国 gentleman 的样子啊。下一张，哈，全家出游，开着车子在外面，在鹅銮鼻那边郊游。你看，女生穿日式和服带小朋友。下一张，男生穿那样子。哎，啊，这对。台湾制糖株式会社，屏东。哦，在屏东的台湾。来下一张，啊，这对。屏东。啊，下一张。屏东，哎，上空拍下去，下一张。屏东的桥头。屏东桥头，下一张。对呀。屏东公园。屏东公园。啊，下一张。屏东妇女会聚会，你我该讲哦，你们女生哈、哦，女童星看一下，她们怎么穿衣服的，她们小孩子怎么打扮的？哎，把自己的小孩子照顾得好的，这种妈妈自己也会穿衣服。该有的样子都有，你看每个人站有站样，你看照相都是这样子站的，对不对？哎呀，那大漂漂的翕相嘞，不会啊，难看死了，对不对？我建议女同学要这样，至少身材会缩一下，嗯，知道要怎么照相哈、啊，不要大喇喇的这样子啊，不好看。你看这小孩们打扮的好漂亮哦，哎，这就看一眼，你们就觉得每个小孩子打扮就有样子呢，不是中国流亡难民那种什么。开档裤，我怎么听个呢？日本时代那种什么开档裤？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哦，来，咱再看到台湾你那种开一个开档裤，那种中国难民的东西嘛，难民文化嘛。下一张，来下一张，再跳，荷兰比，你们看到了？这什么车站？基隆，基隆车站，给狼哈、哦！我现在都到了，现在再走快一点，来下一张，你就直接念地点。基隆街上。OK， 下一张。宜兰街上。哎，再来。明治末期花莲厅、花莲港厅、哦、，OK， 哦，他们那时候把渔村改成那个哈、哦，就鼓励移民。下一张，在哪里？花莲港市街。哦，从上面你看都市规划哦。来下一张，花莲港厅舍。你看下一张，哇，跳进去哦。台东市中心。哎、欸，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样子？放大一点给他们看，欸、像不像欧洲城市啊？台东的市区呢？啊，现在变成哪呢？乱盖了呢。下一张，这里哪里？台东市全景，真的是有在建设的哦。会懂看得懂的人就看得懂。下一张，马公街上。再来，澎湖。再来，好，那时候台湾街好，先停在这边结束了，把它换到最后几张。来，我再看，再往下看，那个往下看。好、哦，这糖开糖厂那时候机械化，来下来。好、哦，这边是刚才那个是瓜拉尼亚，
温泉来下来，都不知道哪里温泉，澎湖的。哎，好，上一张，这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照片？有没有写？没有啊，没有。这是小学毕业的照片，下一张。哦，这边有写台北州官欢迎会哦，秋瓜日式的那个，下一张。哦，那时候飞行场台北机场在开工的时候，下一张。那时候台湾有九游哈，下一张。你看他们去哪里毕业那个郊游远足啊、哦？好，下一张，好像到阿里山去，啊，这是基隆金瓜石，下一张。没了，没有了。好，回到刚才那个郊游那一张。好了，啊，起码看一下那么多相片，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哈。哎，你们，我就从女生的角度来看呢，那台湾假装是个女生呢。男朋友一天到晚跟我要钱剥削我，搞救济，啊，你叫我挖伊，啊，来都搞我欺负，搞我怕。啊，另外一个男朋友的话，每次就是我给你修，给你装扮，照顾你，呵护你。哎，你会选什么样的男朋友啊？你还去爱那个剥削你的人吗？那我可能啊，台湾人喜欢那个人中狗，我喜欢凶我呢，是不是 out of your mind？这个我有的人跟我讲说，哎，徐老师，你可以强调这一块历史，因为你给的照片很多。外公贵气都是把你全部抹杀，所以我们有错误的认知嘛。我现在补足那一块你们 missing part， 你们 miss 掉的那一块，把你补回来，让你 balance， 把错误的历史观推掉。我今天就讲到这边，然后我们下课。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下课以后困，啊，楼卡一楼的餐厅食饭。哎、欸，新竹州詹明珠小姐在吗？新竹州詹明珠，啊，等一下来找我一下，谢谢。